君宝，你听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了，你看着，你眼前的铜钱，看着它，全身放松，放松，全身放松，眼睛是不是觉得很累？是不是觉得很涩？眼皮是不是觉得很重啊？好，你就慢慢的，慢慢的。 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静静的，静静的。你现在慢慢的，慢慢的走着，走着，就回到家了。家呀，好像有一点用了。 你看见什么了？山，高山。山上是不是有一个道观呢？有啊，有。那道观叫什么名字？看不看得见？看不见。没关系，再走近一点，努力的看一下。 看不见，再走近一点，再看一下，睁开眼睛。看不见，不会看不见的。再走近一点，努力的看，睁大眼睛。再走近一点，努力的看，睁大眼睛，看见没有？你一定看得见，你看见没有？你没有理由看不见的，你睁大眼睛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你不要这样逼他好不好？ 书上写着要循序渐进的，你这样会适得其反啊！哦，嗯，好，好，嗯，哎，我们现在不去道观了，我们现在出来，你听好了，我数三下，你就可以睁开眼睛，一、二、三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怎么样啊，君宝？君宝？哎呀！哎呀！君宝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君宝！疯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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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他是不是疯了？君宝，我要上街，上街，上街，上街！君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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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宝！嘿，君宝，君宝，你，君宝，嘿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哈哈哈哈。好疼啊，放手放手放手啊，还闹不闹？你不闹我才放手。好，我不丢了不丢了。哎呀，哎，君宝，不对了，他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平常的那个君宝了，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。君宝，君宝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吃糖。什么？糖糖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才可以吃糖。不回答，你又不是我的老师。你记得你的老师？你告诉我，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？不讲。你讲啊，乖啊，你讲完就可以吃糖糖，好不好？有多少啊？总之很多。有没有那么多？给你这么多，好不好？我要那么多。给你这么多，好不好？讲啊。好啊。现在说吧，你还记得什么？你们先把手举起来。你又闹，是不是把手举起来你就会说呢？你不举我不讲。好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
光，闪光！哎，俊宝，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脑袋出了什么问题？不会是催眠大法的后遗症吧？不知道，他现在变得像个小朋友一样。快点喝水。不喝。喝吧。不喝。你一天到现在还没有喝过水呢。不喝。你还闹，你别再闹了。喂，你别再闹了。他现在像个四岁的孩子。不会吧。怎么不会啊，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不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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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。哎。吞下去啊，吞下去，咽下去啊，会呛到的。君宝，别闹了，乖啊，会呛到的，快，会呛到的。不喝就吐出来呀。我要上街，哎。那边，哎呀，吓死人了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非常好吃，特别好吃。再来一个，不吃了。哎，钱呢？付钱。付钱。付钱。你没有钱呢？马上给我吐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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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喂，婶儿，对不起啊，老板，对不起。哎，钱在这里，实在抱歉。没钱就别学人买东西吃，小心我报官抓你，打你四十大板。哎，老板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了，俊宝，不行啊，不要哭啊，不行啊，大街上，乖，不要哭啊，很多人看你啊，俊宝，乖，乖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乖，俊宝，俊宝，乖，乖啊，俊宝，俊宝，骂我，妈妈，不哭了，俊宝啊，不哭了，乖，俊宝，哎，他骂你，我去骂他，我去骂他了啊！你这么一个大人，怎么可以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呢？人家不是不给钱，现在不是给钱了吗？你看，骂他了，骂他了，乖，骂他了啊，乖乖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吃馒头，不哭了，吃馒头，哎，老板。实在是抱歉啊，我们家他有问题啊。对，有问题啊。好了，钱都给你了，我想这些钱够这些馒头钱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了。喂，人呢？君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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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宝。喂，小鸟，小鸟，你是不是刚刚游完泳啊？怎么全身湿透的？哎，君宝，你记起我了？不如我们做个好朋友吧。喂，在那边。我叫张君宝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？你猜。我看呢，你就叫做折姑仔，好不好啊？你没事吧？你四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帮我取了这个名字，怎么现在又来一次啊？看不出四岁的君宝这么可爱。不知道四岁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认识。来嘛来嘛，一点嘛。不要了。好不好啊，吃点东西啊。不要啊。吃啊，给点面子啊。
我再给君宝做夜宵。你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。为什么？我怕你会伤心。其实，你应该想清楚，是不是真的想让君宝恢复记忆？当他清醒那一天，我怕你会受不了。没关系，现在重要的是君宝的健康，其他东西我都不想了。但是我秦姑娘和君宝本来就是一对，我多想也没用啊。我只是替你担心。没关系啊，你是不是也没吃夜宵？给你了。谢谢。珊珊姐姐，是不是你啊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买把鸡毛掸子送给你，如果我要不乖，你就拿这个鸡毛掸子打我。哎呀，我的小宝贝孩子，妈妈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啊。真的，谢谢娘。孩子，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，咱们去吃饺子啊。哎，来抱抱。哎，我的宝贝儿。走。人生若是如此，又有什么可求呢？又在试，行不行啊？
上次可能是催眠的不够彻底，这次再试一次，说不定可以把他拉回原状。俊宝，俊宝，俊宝，乖啊，看着我，看着我的铜钱好不好？啊，不要碰它，看它左摆右摆，左摆右摆，看到没有？你的眼睛很累，你想把它闭上，对不对？闭上，闭上。现在你全身放松，慢慢的呼吸。你的前面出现了片森林，慢慢的走进去，鸟语花香，有一条小溪，溪水潺潺。现在你看到什么了？告诉我。哇，这水好清澈，还有鱼。水里不光有鱼，还有一个美女在出浴，她叫秦思荣。看到她了吗？你想起了什么？告诉我，告诉我。俊宝，俊宝，他睡着了，不用再说了。他睡着了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书上有没有血呀？哎呀，你会把他弄醒的。弄醒不行？当然不行了，在催眠大法中，如果突然把他弄醒，可能会出现问题的。早安呐。你在做什么？你醒了，俊宝，俊宝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你，我不知道。又失败了，可能不止失败这么简单。怎么会是慢吞吞的？不要玩了，好不好啊？他不是在玩啊。为什么我会那么慢？为什么那么慢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突然把他弄醒的缘故啊？都是我的错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尿急呀。去尿尿，快带他去，不要尿在身上。快点抱他。哎，你要憋着啊，别撒在我身上。哎呀，哎呀，面粉人，面粉人，人见人爱的面粉人，来买吧，面粉人，来吧。你喜不喜欢面粉？喜欢。你喜欢哪一个呀？那个老虎。老板，你一只老虎要多久啊？快一炷香时间啊。这么久啊？总算有人比我慢。老板，给我捏只老虎。好啊，我去买馒头，你要不要吃啊？好啊，那你在这等我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来来来，嗯，我不走，我还要看看。怎么样，想没想好啊？还那么想吗？这好，哎，我的钱包呢？谁偷了我的钱包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啊，偷钱，小偷啊！啊，小偷！小偷偷我的钱包啊！偷钱！小偷，就是，快拿他到祠堂去，就是他小偷，他是小偷，快走，对，到祠堂去。老板，这是我的吧？对，是你的。真不错呀。哎，我朋友在哪里啊？朋友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朋友做贼被抓走了。抓走了？啊，俊宝回来没有？他不是跟你一起吗？我们在集市走散了，我想他可能回家了。怎么会呢？他走得那么慢，怎么可能比你早到家呢？这个我……一路上你都没见过他？没有啊。那就奇怪了，他虽然动作慢一点，可是头脑还是清楚的，就算走散了也应该回家。会不会出了意外？
别商量了，我们去找他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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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你这个恶贼，真是坏事做尽！乡亲们，给我上刑！哎，打！绑起来！为什么不能上绑？他是小偷，他不是小偷，是我亲手把他抓住的。人赃俱在，还可以抵赖不成吗？各位，听我讲好不好？这位小兄弟他身上有病，神志不清的，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请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过他吧。不能放的。喂，林大夫，我们不能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啊！对了，前两天他把我的钱包偷走，怎么能说不是他呢？听说你们是外来人，来历不明啊。就是他们一伙的。你们在讲什么？死了饶了他！别啰嗦了，谁再啰嗦，我就杀了他。退！我自……哎呀，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回家再说好不好啊？我慢慢讲，没事。我自……哎呀，我什么呀？你别急，要说慢慢说啊。我自己走好不好？哎呀，可是你走得太慢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村民也没追上来。他想走，就让他走一会儿吧。也好，我们走吧。没关系，慢慢走，我们有时间。我尽快了。君宝，你也不想让我背你，你怕我辛苦对不对？不是啊，男子汉大丈夫无所谓了。你好辛苦。知道还说。哎，这边有间庙，不如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哎呀，原来你这么重啊，以后你不准吃那么多。你猜他们两个在许什么愿？我也想知道。上天保佑，君宝可以早日康复，让他早日恢复记忆。不管他醒来之后还喜不喜欢我，不管他希望跟谁在一起，只要他开心就好。求老天爷保佑。神仙姐姐，此情无计可消除。
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想的你好苦。求求你，以后不要离开我。我这次来是要向你道别的。啊？什么？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陪你去啊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不喜欢我了？既然你喜欢我，为什么要走？我不得不走。为什么？你不要问了。你就当我是你的神仙姐姐。你想想，神仙怎么可能跟人生活在一起？我不相信，我死也不让你走。就算你是天上的神仙，我也宁可得罪诸天神佛，要把你留在身边，我要跟你长相厮守。你真傻。好，你要是放开我，我就不走了。对不起，忘了我吧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喂，你干嘛？你站着干嘛？姐姐，喂，什么神仙姐姐？我不会让她走。让谁走啊？谁要走啊？那个女人。女人？什么女人？什么神仙姐姐？我要去找她。我要去哪里找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都不知去哪儿找，你就要去找？你连她是谁都不知道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我不管。喂。雪山，女人，姓易的那个小子武功练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把明剑山庄所有的心法通通都学会了？我看没那么快。我曾经跟他比试过，他的剑法成熟了许多，招数变化奇特，速度快如疾风，这样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把整套明剑山庄的心法练成了。好，只要他有进展就好了。到时候什么明剑山庄，什么心法，还有易天行那个老顽固，他们通通都不是我的对手，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今天只转了一次弯，看来闪电对我的防范是越来越松了。我依然听到了打铁声，闻到了马粪味，地上还是有一个坑。
看来我离目的地是越来越近了。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天爵牢的所在。叔叔，你被锁那么久，手脚一定全都麻木了吧？这是腹蛇保血丹，你把它服下。叔叔，是否感觉好些了？你讲话小声点儿，不要让闪电听见。放心吧，他刚走，逍遥王有事差遣他，他过一会儿才能回来。叔叔，你有没有发现他对我们的监视越来越松懈了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。季风，你这样一直跟着逍遥王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你不能这样一直不停地屈服下去，任他们摆布。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暂时听命。只要能得到逍遥王的信任，我就可以把你救出去。对了，还有所有关在这里的武林人士，我都要把他们救出去。你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，闪电和逍遥王都是杀人不眨眼、灭绝人性的邪魔歪道，你一个人能应付吗？我不怕，就算死我也不会放弃的。他们害死了我最心爱的人。下之处，
玉儿，我在你面前发誓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为你报仇，哪怕牺牲我自己的性命，我都在所不惜。玉儿，这束白兰花是我和你的约定，等我报完了仇，我一定会带你回到大漠里，和你永远生活在一起。我没用，没用，没用。他这个样子，也不是个办法。他现在比上次更厉害，上次只变成小孩子，什么都不用想。这一次，头脑清楚，行动却那么慢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再试一次，我觉得这个催眠大法奥妙很深，只不过我们没有掌握其中的窍门，所以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。可是我真的怕，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。他现在这个样子也不是很好，不是怎么能知道呢？你看他现在好像未老先衰，他心里一定很难过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好。君宝，听到我的掌声之后，你就要醒来。醒来以后，你将恢复所有的记忆。记住，你是武当派的掌门人。你叫张君宝，你有一个朋友叫林雪燕，你有一个爱人。快动一下，快动一下，开好了没有？朝朝暮暮的等待可以领悟，说不出来。生生死死的伤害可以感受，写不出来。天涯海角都分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相爱？把花白随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，我的眼泪有它的经历，别以为我心里